日本经常推出好笑又好玩的扭蛋。玩具商 Epoch 新推出的迷你流动厕所扭蛋 Epoch 设假设 Toy 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大讨论。流动厕所玩具不仅超写实，还分为蹲式和坐式马桶两种，有一种特别的萌感。大型户外活动中经常能看到流动厕所。这次 Epoch 以流动厕所为主题设计玩具，非常有创意。模型高 7.3 公分，虽然很迷你，但细节一点都没有马虎，可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先来看看这款内置蹲式马桶的流动厕所，旁边还有全桶式卫生纸。坐式马桶这一款，连马桶盖都是能够开合的，旁边配有简易洗手台，把它当作场景造景的小道具，搭配其他的玩偶，效果应该非常好。扭蛋还附赠男女厕所 logo， 写有故障中的贴纸，让流动厕所更加逼真，适合多样的场景。这款扭蛋已经在日本上市了，扭一次300日元，约台币84元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去日本玩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Tilda。延伸阅读，来源 Epoch。